投向幸福的前方，将我们爱的光环来聚焦。今晚宴会大厅的那一扇幸福之门，当那扇大门缓缓打开的时刻，映入大家眼帘的将是今天晚上最美丽的新娘。朋友们，掌声欢迎美丽的新娘唐泽爵。
场的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，两位新人在此刻站在属于他们最幸福的舞台上，在这里，佩吉和陈珏将接受今天现场所有光临的家人和朋友，请大家注意，是我们今晚婚礼现场最最热情的掌声以及欢呼声。大家特别特别的热情。谢谢现场的所有来宾，谢谢大家的祝福，谢谢大家的笑容，谢谢大家的欢呼声。那么接下来的时间，我想请现场的所有好朋友，让我们在此刻可以将心灵沉淀下来，让我们继续将目光来聚焦舞台中央的佩吉和泽珏，他们将当着所有亲朋好友的面，第一次的来做人生中爱的宣誓和告白。首先在这里，我们要将现场的每一位家人朋友的祝福送给我们今天的新郎罗佩吉。佩吉，恭喜你，恭喜你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定的场合、特定的时间来完成生命当中最为重要的婚礼仪式。那在此刻面对你最美丽的新娘泽珏，你想用一种什么样的话语来表达你此刻的情感呢？非常感谢各位嘉宾、亲戚好友能来到我跟唐泽珏两个人的婚礼现场，也非常感谢各位工作人员以及今天帮我们整理啊，包括一些早上迎亲的一些准备的工作人员和亲戚朋友好友们，不要紧张。但这天最，我今天最想感谢的一个人呢，就是我的现在的老婆唐泽珏。一路走来，我跟她经历的风风雨雨，不能说多，但也是不少，包括在学习、工作、生活上，都给予了我莫大的鞭策。今天能站在这里，真的，当我刚才走过去的那一瞬间，站在这台上的一瞬间，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，都是值得的。